后电子抓违停。这些人在临近五一临单行线啊，大型客车大型哦，没白天单行道，嗯，大型大型车大型货车禁止，小车还可以。嗯，这个交通管制告知书。150米后左转，进入小路。啊？这个、哦，事故。即将左转，进入小路，随后到达目的地。到达这个古镇了，古镇到了。左转，进入小路，随后到达目的地。这个麻烦哦，找停车的地方。这不写着停车场吗？左转、啊。到达镇远古城附近，高德明票比线下便宜5元，详情查看页面下方。小心，来车了，来车了。他们这块真的有垃圾分类亭，他们县城也搞垃圾分类。这个怎么着？停车呗，收费呗，还能怎么着？进去这边，这边。哎呀，都是可以进的哦。本小区禁止外来车辆停放。这个呢？啊，停车场有此。自动识别。OK， 进去了。停车费怎么收啊？2个小时内10元。啊，行。嗯，川桂香桂，广西的、四川的，哎呦，这还有河南的呢。小心，这车要来，这个车要来，后面这个车它要出来，小心别碰了后面那个。